他给我点小爱心之后，我们就凑钱一起去买玩具，可是我们喜欢的都不一样，就在那里吵了半天，终于老板看不下去了，就挑了一个给我们，我们才心满意足的走了。好无聊啊，要不去找他们玩。黑小妹，走出去玩。好呀，我也想找你玩，待在家太无聊了。走，我们找阿玲一起。嗯，你在家吗？出来玩。怎么啦？走，我们一起出去玩。好呀。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玩呀。要去玩，那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玩呢？可以啊。等等，你答应给小鹿点的小爱心你点了吗？我昨晚点了。真的？骗你，我这只狗。小梅别问了，我相信他。好啊。我们又没有玩具，我们玩什么呀？要不我们出钱一起买一个玩具吧。好呀。我才有3块钱。我也有3块钱。我才有2.5块。我也有3块钱。够了，那玩具才要10块钱。走，那我们去买玩具吧。老板，我们要买玩具。要买什么玩具？都是10块钱的。好的。我喜欢小绵羊。我喜欢奥特曼。我喜欢宇宙飞人。我喜欢芭比娃娃。你们想买几个？一个。如果喜欢的话全部都可以买回去。我们的钱才够买一个。那你们自己选吧。嗯，我们买小绵羊吧。我喜欢小绵羊。不行，我喜欢奥特曼。我们买奥特曼。不要，我喜欢芭比娃娃。我们买芭比娃娃嘛。才不要，我们买宇宙飞人吧。我喜欢宇宙飞人。奥特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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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特曼。停停停，我帮你们选吧，就给你们选这个飞猪。不要，呸！停，我跟你们说，猪跟小绵羊是不是同类？嗯。宇宙飞人也会飞，这个飞猪长出翅膀它也会飞。嗯。芭比娃娃长得很好看，这个猪也长得很好看。嗯。奥特曼会变身，这猪也会变身。不会。这是一只猪，对不对？它有金色的黄毛，还有翅膀，它也会变身。嗯，那不就完了？买它等于买了4个，是不是很值得？嗯，那还等什么？买了一个它就等于买了全部。嗯，看什么？还不赶紧买？哦，给。终于送走这些小祖宗了。